These include the Assisi Hospice, where she is a patron, and the Trailblazer Foundation, of which she is the founding chairman. So for her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 to Temasek, to Singapore, and to the fostering of links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we are truly honored that Ho Ching has chosen to accept this award. She is a role model for others to follow in Asia and beyond, and it's with great delight that I'd like to invite her to take the platform to receive the Asian Business Leaders Award for 2014. Thank you.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何晶，如果你知道何晶的背景，你去看分析她的背景啊，何晶是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第二任妻子。那么她跟李显龙的婚姻里面呢，她从来没有示弱过，真假的？这是她第一篇，这是她第一篇，真的第一篇。为了这件事情引起台湾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她这么凶，她才被迫在今天中午呢稍微示弱一下。但是呢，前面示弱，但后面她还是说，其实有成功了，有失败。虽然我感谢台湾人，对不对？可是对何晶来讲，这已经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这样子愿意放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三个字叫新加坡，为了国家。哦，为什么这样讲呢？新加坡现在因为这次会轩然大波的原因，当然跟口罩有关系嘛。对。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连串的误会所造成的。你知道吗？新加坡不是在2月12号的时候从台湾撤回他们两条的生产线吗？没错。那两条生产线其实是新加坡他们在台湾那么投资设厂的 N95 的口罩的生产线。但是他们有20000个 N95 的口罩一直放到今天，他们都自己没有给他运回新加坡去。我们没有，我们从来到尾没有征收没收这20000个。他现在台湾还有20000个 N95 口罩，我们根本就没有征收，也没有给他没收，放在他们自己的仓库里面。为什么没跟他们讲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以为说，那么台湾就是限制他们不准出口，那好像我们就给他没收，也没有这回事，你知道吗？这是一连串的误会所生成和造成的。当时何晶在脸书上面呢，开始说他们不是把这个生产线两条生产线运回到新加坡去嘛？那时候我就有点纳闷，如果我们台湾要进的话，怎么会让你相关的这个机器？现在机器最重要，对不 对？我怎么还会让你运回新加坡去嘛？所以表示那时候我记得当时的经济部长沈荣进还出来帮他圆，你怎么帮他缓颊说啊？那个因为机器都是人家新加坡的，那我们最主要是啊境外销是进国内的厂商嘛，所以有这么一段误会，所以紧接而来才会出现这个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嘛，那大家拼命的讨论。你要知道哦，依照何晶的个性。他从以前他非常爱读书，非常会读书，然后呢在并购的时候是毫不手软的，你知道吗？他是非常凶，他是强人，他非常凶猛的一个，你知道那个断然处置的一个女性啊，才能够让淡马锡他当 CEO， 那他从500亿美金的规模冲到1350亿啊，哪一方面350亿美金，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女性，全球十大最有权势力量的女人就她，她有这么厉害？她很厉害，500亿到1300亿。现在她这个位置哦，只有一个人可以把她给免职掉，把她撤换掉，就是她老公，你知道吗？就新加坡总理啊，你知道吗？当时她当这个 CEO 的时候，新加坡那个是谁在主政啊？是她的公公李光耀，你知道吗？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呢？连公公都佩服她，她嫁给她老公的时候，因为她是第二任的妻子。她的老公的前任的婚姻里面留下2个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呢，她视若己出，公私分明，然后呢，在国家什么都做得很好。你知道她自己本身其实当过这个新加坡国防部服务了十几年呢、欸。台湾跟新加坡在老讲，他待过国防部，对他非常了解台湾跟他那个国防部的关系嘛。这不对，星光演习是他弄的，没错。我当兵的时候还有看过百夫长相关的以色列百夫长的坦克，想说台湾怎么会有这种坦克啊？结果是新加坡的星光部队的嘛。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长何晶将在10月1号退休，并交棒给淡马锡国际首席执行长迪兰。淡马锡指出，疫情没有影响交棒计划，接下来也会继续落实集团2030年愿景。记者黄康伟报道。淡马锡控股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何晶将卸下首席执行长和执行董事职务。他是在2002年加入淡马锡控股。他表示还没考虑接下来的计划，但不打算留在董事会。We generally do not encourage CEOs to remain.
I think the key thing is to allow the new CEO to establish his style, his leadership, with full flexibility, without somebody overlooking and say this is not what I want.接任职务的迪兰律师出身，在2010年加入大马锡，并担任过多个领导角色。迪兰指出，会继续带领集团前进，并更好地塑造未来10到15年的投资组合。So what has worked out for us in the past will continue to work out for us in the future, but we also recognize that it's a much more complex world today for various reasons.And so going forward, we're very mindful that we should be thinking broadly about all the other considerations we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他举例，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集团因此会在业务和投资方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概念。大马锡主席林文星指出，何晶领导期间，集团资产规模从900亿元增加两倍多，到去年的3060亿元。他说，集团2000年代初开始每年进行评估，物色人选。In the last 10 years, we'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ssess the internal candidates more closely, whilst we keep track of the others that are on our list.林文星感谢何晶的贡献，并对他的领导表示敬意。他也指出，迪兰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并具有使命感，领导集团。